这是三年一度的学士考核，大家都不在学宫。考核不在学宫？像我这一批，今日该考堪舆，要去帝肺山，考究望气象地，点穴寻龙。你怎么没去？我不用考。为什么？教这一门的王继炯，他跟我比过望气术，出了三次给我，之后这一门就不用再考了。你把老师给赢了。他拜我为师了。学宫没说什么？ 习惯了，什么叫习惯了？棋道、诗文、铸金、书画、祝由，这几门老师都输给我了。最近这几门课都是我在上，所以这些学生这么怕你。算起来，他们也得叫我先生了。读书能读成这样，姐，你也是没谁了。比不过你，千里迢迢去武帝城送死。老黄的剑侠在武帝城。 世子来了，这又是谁啊？周彻劳对你辛苦，我是你姐夫，并不是，现在不是，将来绝对是。你等一下，世子第一次来长安学宫，是没来过。 有时间我陪你逛逛，上音学宫流派繁多，有趣的地方有几个。很快要走，那可惜了，下次来提前说。哎，左边。别着急杀我，再了解了解。杀了之后再慢慢了解。 世子见谅，再聊下去，姐夫就成死姐夫了。理解理解，贵姓啊？赵凯，有缘再见。又是个姓赵的。走吧。姐，这人有点意思。当我没说。 轩辕家的船，如今是我的了。船是你的没什么，别回头人也成你的了。这姐，我对轩辕清风没想法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将疑信就行。我过去玩酷好色都是装的，假的，你知道的。世子，乔姐，其他人呢？仓里，我记得今日应该是青鸟之首啊。他跟我换了。你月里那几个丫鬟都跟我不对眼。 这是躲着我吧？哪有的事儿！你这就别装傻了，二姐。这又是谁啊？二姐，我是你素昧蒙面的弟弟。路上捡的，说学校是他爹。终于接到二姐了，我又有家人了。啊！就送你到这儿，大哥一路小心。二姐，救命！知道。不会。 大哥，菩萨，过来！二姐，二姐，救命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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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大哥，这是做什么？路上捡的，一雄一雌，雄的叫金刚，给黄毛耳了。这只是雌的，叫菩萨，送给你。 这他有什么用？这学宫里满口仁义道德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！有他陪着不冷清。我喜欢冷清。他喜欢你。好，我先回了，等你消息。临别抱一个。嗯。